老板，这是什么呀？车轮饼，台湾特色小吃。怎么卖的？啊，这有价格是吧？对，4块5块的。啊，哪个好吃啊？卖的比较好的是牛奶的和芝士玉米的，新出的最近昆肉味的，昆胸肉。哎妈，这开始了。昆胸肉自己腌的啊，这是自己腌的昆胸肉啊，熏的，草木，草木屑的，然后熏的。这是那个台湾的特色小吃，它源于台湾。它是在台湾有50多年的历史的，然后它最开始最初是以红豆为主要原料制作的，然后现在花样多变。这我们吃的很好啊，做出来的形状酷似车轮，所以叫做车轮，所以叫车轮饼啊。这是芋泥是吧？芋泥，芋头做的。四元口味是10块钱散开的，5元口味是一个散开的。加入这个整个的咸蛋黄啊，还有整个咸蛋黄，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是5块的，我们都是买房子减2块，买房子就减2块啊，你转一圈的话，捻一下的，对，这是红豆的，红豆的，对，红豆芋泥，对，芋泥，这是什么口味？这是五香味的，这个就是经典的口味，什么都不加了。啊，这都是馅料哈，对，都是馅料，哎，看着很棒哈，这是小料，配料，你说话还挺温柔啊，老板，老板再帮我剪开吧，啊，这个是真棒，这是烟熏出来的鸡肉，啊，兄弟们，这个鸡肉老好吃了啊，这真的老好吃了，好棒哈，这芝士玉米好吃，嗯，多好吃啊，大伙都真好吃，这是熬料的，熬料搭配牛奶是吧？对。